中华民国是民主的国家，我身为台北市长就有责任把握任何机会，为这座城市的未来，为我的国家来争取繁荣发展的契机。无论政党政治如何变化，也无论两岸关系是顺境还是逆境，双城论坛都持续维系了两座现代化城市的对话，也在两岸关系中传递了和平的价值以及对话的迫切。现阶段两岸关系确实不平静，两岸也因为 ECFA 的架构能够稳定双方绵密的经贸互动，但是近年来的农渔产品销售以及商务的摩擦却迫切需要对话的机制来解决。各位放心，我们珍惜民主，维持和平，创造繁荣的企图心始终不变。大家好，市长你好，非常高兴啊，已经率团到上海参加双城论坛。谢谢，欢迎。爸爸也来，谢谢。先来，心情怎么样？很好。你这边先总管怎么样？